今天视频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羊羔毛外套的合集视频。这期的外套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些，总共呢是有12件，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也是比较平价，比较适合学生党的，很适合冬天穿，比较暖和的外套。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回去看下去吧。第一件呢，就这一件羊羔毛外套，我买的是一个米色，他们家店铺其实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棕色，一个米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它的价钱呢是比较平价，是119块钱嘛。然后设计的话比较简单，后面呢是一个连帽的款式，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有这种棕色的小熊，穿在身上它的版型呢是稍微宽松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就里面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因为这件衣服的话，这个面料其实是属于那种稍微薄一点点，它不会特别的厚实，所以说就只适合初冬穿吧，可能你到深冬了以后就穿不了了。但这件衣服它的质量还可以，因为我这样扯的话都不怎么掉毛的。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米色的羊羔毛，这件羊羔毛它的价钱是155块钱，外面的话就是这种羊羔毛的，这个摸在手上是比较舒服的，我自己扯了一下也不怎么掉毛，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这种鸡皮的设计，这种鸡皮的面料也是比较舒服的，它的胸前呢就是有一个这种小熊的徽章，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风格吧。其实这件衣服呢，它的版型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挺一点的，就是它是很有型的一个那种感觉，虽然它是有一点点宽松的。然后呢，这件衣服的话，我觉得它稍微有一个对我不太友好的点，就是它这个袖子有点太长了，就我自己穿这件衣服的话需要把它卷这么一截才能够穿好，就是才能刚刚合适嘛。其实它底下搭配那种咖色的半身裙啊还挺好看，就是那种很可爱很学院风的感觉。它这件衣服的话就是没有领子，但这件衣服它比前面那件衣服要更厚实一些。第三件呢，就是这一件米色的羊羔毛，这件羊羔毛它其实和前面两件衣服来说，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优点吧，就是没有很独特的地方，它的整体设计呢都是那种比较简单比较平平淡淡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大面积的米色，然后前面是有两个口袋的，里面的话就是这种棕色的这种颜色。这件衣服呢，它穿在身上的话我自己不太喜欢，是我想给大家排一个雷的，就是它穿在身上，你这个拉链要是不拿到最上面的话，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帽子就会这样戳着，就穿在身上你感觉像一头熊一样，真的不太好看，就显得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所以说这件衣服的话大家就要自己仔细考虑一下。第四件呢，就是这一件羊羔毛，它是一个这种粉白的拼色，然后呢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很粉嫩啊很少女的颜色，这个颜色的话真的还挺好看的，但穿在身上也是不会显黑的，就是黄皮的姐妹也是可以穿的。它整体的这种风格呢就是偏校园啊偏休闲一点吧，底下呢是有两个这种粉色的口袋，其实还挺好看的，然后是一个立领的设计，就如果你天气冷一点就可以把它拉上来，就会保暖一些嘛。这件衣服呢它外面就是这种羊羔毛，是比较舒服也不会掉毛的，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这种布料的设计，其实穿在身上的话这个厚度我觉得就比较适合10度以下0度以上吧，如果再天气冷一点你就可以多加一点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呢也是宽松的款式，虽然宽松的话我觉得小个子也是可以穿的，就你底下可以搭配灰色运动裤啊或者是蓝色的牛仔裤啊，都是很日常很休闲的风格。第五件呢，就是这一件蓝白格的羊羔毛，这件外套呢它和之前的几件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是里面是这种羊羔毛的面料嘛，这里面的这个面料呢是很舒服的，完全不会扎人的，然后外面这一层的话就有一点点像那种棉质的感觉，因为这件衣服的话我看了一下店家的详情，它就是已经是那种棉服了，所以说它这个还是比较暖和的，穿在身上我觉得就是过冬的话肯定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件衣服呢我觉得它整体的质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这件衣服呢就属于那种稍微偏酷啊偏休闲一点的风格，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领子上面啊还有它这个底下的话都是有那种可以调节的扣带的，就是你如果觉得天气冷的话也是可以把这个领子把它打上来，然后把这个扣带扣紧的，就这件衣服它的保暖性其实还挺不错的，然后外面这层面料呢是很舒服的，完全也没有看到什么线头，这件衣服的话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也不会显得臃肿什么的。第六件呢，就是这一件蓝色的外套，这件外套呢它外面就是这种鸡皮的面料，这个面料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比较有质感的，然后呢它也是不怎么容易起球的，它这个蓝色和棕色这种撞色的颜色的话我觉得搭配的也还挺好看的，里面的话就是这种羊羔毛，它里面这个羊羔毛真的超级舒服，应该比我前面这5件衣服的羊羔毛都要舒服一些，因为真的很亲肤，而且这个厚度呢真的很厚，我觉得完全过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如果大家想买一件稍微帅一点的衣服又很保暖的话就可以去买
这一件，这件它的价钱好像是159块钱吧。底下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个小脚裤，然后再穿上骑士靴，就是那种很机车的风格，真的特别的帅。然后呢，我更喜欢把它扣着穿一些，我觉得扣着穿会更好看一些。如果是敞着开的话，它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服帖那种感觉。第七件呢，就是这一件蓝色的羊羔毛。这件羊羔毛它的颜色的话，就是有一点点那种雾蓝色吧，饱和度是稍微偏低一点的。但这个颜色真的巨温柔，我觉得很好看。他们家店铺好像还有一个那种米色吧，那个米色我觉得也还挺好看，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这个蓝色的话，就是稍微小清新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件衣服的话，这个面料真的特别舒服。外面这一层的羊羔毛的话，我特别喜欢摸，我觉得摸着的话就有点像摸狗狗的那种感觉，摸猫咪的那种毛毛一样。但这个毛呢，它会稍微有点容易掉毛，就是你如果这样扯的话，它就会有点掉毛。如果你不管它的话还好，就是你这样扯的话就会有一点点严重。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棉服的那种面料吧，就是也是那种布料的感觉，它里面呢是夹棉的，所以说穿在上是比较暖和、比较保暖的。然后呢，这件衣服的话，我看了一下，就细节方面的话会有一点点小线头，其实其他方面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穿在上的话，你底下搭配半身裙啊或者裤子都可以，那种黑色的半身裙啊或者是白色的裤子。第八件呢，就是这一件蓝色的羊羔毛。这件外头的话，其实它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色差的。这件衣服呢，它的价钱是最便宜的，只要70多块钱吧，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一个价钱和它的质量其实还是成正比的。因为之前的话，它的价钱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它的羊羔毛就会舒服一点嘛。这个的话，羊羔毛就是那种我觉得不算太好的羊羔毛，就是不太舒服啊，摸在手上会稍微有一点点粗糙的。里面的话就是有一层这种鸡皮，它里面的话也是这种鸡皮的面料，里面的面料还是比较舒服，但穿在上是不会扎人的。外面的话就是摩擦感其实还是挺重的。但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版型，底下的话也可以搭配半身裙。就是如果大家预算不太够的话，可以去选择这一件，因为这件的话它其实整体的质量问题没有什么，就是它这个羊羔毛的话可能没有之前的那些舒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件衣服它的保暖性应该不太够，因为这件衣服的话，它里面的这一层是稍微有点点薄的，它是不是那种夹棉的款式嘛。第九件呢，就是这一件棕色的羊羔毛。它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一个大面积的棕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话就有点像那种泰迪的毛毛。它这个毛呢也是很舒服很亲肤的，然后前面的话就是一个那种牛角扣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这件衣服呢，它就是有一些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会有一点点小线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衣服会有点太容易掉毛了。它是我之前的衣服当中最容易掉毛的这个毛毛，就你自己这样扯一下就会毛毛满天飞的感觉。然后呢，就这件衣服它会稍微有点点宽松，小个子穿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大的那种感觉。第十件呢，就是这一件红色的羊羔毛。这件羊羔毛它真的特别的好看，我记得我之前拍视频的时候穿过一次。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个这种很大面积的红色，很显气色，很显白的一个颜色。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一个白色的领子，都是羊羔毛的设计，它这个毛毛是不怎么容易掉的。然后它前面的话就是这种牛角扣的设计，就是那种可爱啊又是比较复古的感觉吧，穿在上也是很好看的，很合身，就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一个羊羔毛外套。它这个刚刚好，就大小也是刚刚好的。但这件衣服呢，它会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这个地方的毛毛的话会有一点点扎脖子，就对于我来说的话会稍微有点扎脖子。所以说如果大家要穿这件衣服的话，就需要穿一个高领的那种白色的领啊，或者是黑色的那种高领的上衣才行。然后呢，就是这一件黑色的外套。这件外套的话其实不能说是一个羊羔毛外套，它其实只有领子和这一个翻领是羊羔毛的。它其他的设计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像那种棉服吧，就是羊羔毛棉服，它是一个那种夹棉的款式，里面是会有一点点棉的。就是这个棉的话应该是不怎么容易跑的，因为它这个走线啊做工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呢，它这个款式的话我自己还挺喜欢的，穿在上真的特别的好看，就是那种很日式的风格，会稍微有一点点宽松。所以说如果大家天气冷了以后，也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衣服。前面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穿在上真的很好看，就是版型也很好看，很显瘦的一件衣服。最后一件呢，就是这一件绿色的羊羔毛。这件羊羔毛呢，它的风格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是那种很帅的风格。外面的话就是这种鸡皮的面料，然后呢它是一个大面积的绿色和一个黑色的这种边边，它里面的话就是这种羊羔毛。但这件衣服的话，我觉得它整体的质感可能不太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话就是很多这种很皱的感觉。因为这件衣服它的价钱呢会更贵一点，应该是这所有当中最贵的一件，是要217块钱。所以说我觉得相比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我就更推荐之前的有几件。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平价羊羔毛的合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视频。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就希望能够关注我，并帮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一下吧。如果大家想看其他的合集呢，也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里面告诉我。那我们就